这时来也传统歌声中，做阵的日料一月一号这天透早两三点，都已经出现了大批的人潮，有证人，有阿嬷，有少年人、学生，大家小招小带，拢点点的等待，准备要伫日料这个所在，看到二零一四年头一个日头光。三平第一次看日出啊，哎呀，当作给他自己一个经验啊，对啊。他们几点上来的？十一点多。十一点我就起来啊！啊，现在才早起来。安尼才有位啊！才有位哦。嘿，阿是阿公，下尾起来才看。哦，因为觉得这个算是台湾一个蛮，就是几个几大日出点，算是其中的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地方，而且又是我们台南市主办的，所以一定要来看一下。嗯，今年日料看日出主办单位西拉雅风景区是真大心哦，用音乐声来为日料加添了一个浪漫气氛。你就伫个天色开始变光，云海浮现，这个时阵，这个美丽的景色是乎等候了规暝游客精神拢来咯，提起了相机、手机啊，赶紧要把难忘的景色收入头壳来。大家呢一边来听音乐，一边来看曙光，希望带给大家呢满满最深最深的感动。这个特别纪念的场合，市长赖清德嘛无来缺席。在六点的时阵，赖市长来到了日寮，和游客同款，怀抱着希望，要迎接2014年第一个日头光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早。我们大家都怀抱着希望。也充满了活力，来到左镇二寮，准备迎接2014年第一道曙光的到来。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有非常大的缘分。我也希望老天爷能够给我们一道最漂亮的曙光，让我们未来能够充满希望，迎接2014。那我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，大家都能够七喜春满。身体健健康康，工作平平安安顺顺利利，然后家里圆满幸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简单向着大家来祝福，赖市长需要的背上观日亭，欣赏日料云海的千变万化。比给你看，对对对，像那个国画一样，哇，台南文化。是在有没有整片的，整片通通都是哎。是在有没有看过这种画面？有啦，以前有来看过，然后在今天元旦能够看到，特别高兴。随着时间一点一滴过去，紧张的时刻终于到啊！不过一开始因为云上过高楼，日头起雾冻掉了，众人只看得到红遍山头的光，却看不到日头，心情开始失望。好佳哉是，风天不负苦心人，在6:52的时阵，大家期待的日头终于出现了。太阳很漂亮哦，哈哈哈哈哈！都很不那个，58。出场真的是漂亮。哇，过来了！哇，幸福啊！幸福！美丽啊！美丽！光明啊！光明！
问题。好，没问题。新的自己诞生了哈，新的今年也诞生了。充满希望，迎接我们的走向呢光明的未来。大家都能够平安幸福在新的一年，大家都能够得到旭日东升所带给我们的活力跟希望。幸福常来。美丽迷人的日头光带来幸福和希望，就在这个时阵，赖市长也含着小朋友做伙切下生日快乐的鸡卵糕，大唱生日快乐歌，并在竹片顶头写下愿望。我们请市长，还有我们两位副市长、林副市长，还有区长，还有我们廖处长。光明台湾，幸福台南。阿迪弟呢？你的生日，你的希望是什么？在日升之地迎接我们的幸福，迎接我们的希望。是啊，今天看这个日出的心情是怎样？哇，太棒了！台南二寮的日出美得令人屏息，除了说二寮的这个地形，像一幅水墨画一样，然后太阳就在6:52慢慢慢慢慢慢的升起来，从看到光芒，后来看到太阳金黄色的太阳，它就慢慢慢慢的让你欣赏到够，然后整个出现并不是用跳跃的，也不是瞬间一闪即逝，他那么落落大方来欢迎大家来祝福大家，来带给大家希望。哇，二寮日出太漂亮了，希望全国的好朋友有机会一定要来二寮看最漂亮的日出。是啊，你新年的新希望？我新年新希望是看到这个充满希望的阳光我要祝福光明台湾，幸福台南，尤其是在2013跨2014的日出，哇，更加带给我们幸福，带给希望，带给我们爱。我们希望大家集体用我们的关怀来投入这个社会，让这个社会能够变得更美、更好更进步、更团结。以爱甲希望来为跨年三部曲写下上佳幸福的未来。赖市长讲，这是伊的愿望，台南的希望。同时也寄望日寮美丽的日头光，吸引全国的游客来到这，因为一世人一定爱有一摆爬上日寮看日出，认识台南的水，许下心中的愿望。